媒体拍到在片场刷手机的场面，网瘾少女的人设也随之而来。前段时间拍摄《为了你，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》时，惊喜发现了罗晋与郑爽牵手逛花园的戏份，二人穿情侣装，十指紧扣，十分甜蜜。然而在休息时，郑爽蹲地疯狂刷手机。此外，在新剧《绝密者》的拍摄路途中，郑爽持枪惊喜现身，黑风衣露美腿，帅气又美艳。再次目击到郑爽玩手机的画面，一股网瘾的味道再度袭来。但之前与郑爽合作新剧的佟大为曾发微博透露，当时郑爽正在低头用手机认真看剧本，佟大为充当蹲拍摄影师捕捉到了这一画面，从而也例证其实玩手机的郑爽并不是名副其实的网瘾少女，而是敬业拍戏的一种表现。之前郑爽冒雨拍夜戏也被赞其敬业认真，其实拍戏辛苦赶场很正常，任何一个敬业的演员都一样，这只是演员的本分。这样也让网友更加期待《悲伤逆流成河》郑爽饰演的易遥。目前郑爽已经有4部待播作品了，期待《悲